那么你记得下午了，你得打的。车身我都听不明白，我都没国际服，我都没练过枪，我累了。国际服还需要练，练枪扛着枪上就完事了。你国际服不用练，不用练枪，都多余了。练枪主要是听脚步。他们当时 PNWI 那游戏，我都没破过多少次。我都没挂牌，你说我肯定也流了呀。啊！要么再处理上国外，要么再打三把。打得好了，打得好的通过了，外么就通过了。你要去报案不是去吗？明天啊，明天晚上，外么要打掉级了，然后晚上打三把训。打掉级了，没训练再打。不好意思，原谅我，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。那我说晚上，晚上过去的，晚上打三把。快跑！快跑！每次过火放得住我，过火放得住我。是啊，你给我掐死我了！刀！真能掏啊！里面还有人，我刚才没有丢了。我脚下，我脚下，脚下。马上来。二楼。我那也太远了。没办，没事，刘子死了就死了，跟我们关系不是很大。死不了。牛逼！我前面真的打起来了，家人们，我冲了！来！我帮不了，太远了，快来！到我那危险，没危险！起飞！来了！脚下人，只有这一个空间。在我对面，没到这。别走。前方有危险。过来丢雷了，两个。我没骂你妹妹，我说了他。三个，过去三个。看到你了。拉了好多，四个，我落他屁股去。倒一个。还有一个铲棒，手下一楼。我拉了一个，有人秒救。再打一个。我炸了，有我炸了。回来捡包了，下面的嘞。快去干他呗，走呗，快去干他。就在脚下。是。两边。哎，来了，脸上就在上面，在上面来了。不在吧？脚下。哪有？翻了，跑下去了。我就是在上面。他倒，他摔死了，我补他。摔死了吗？那你补吧，我走了。这边有两个。来了。到绿点了，已经进去了。我在你屁股后。十个人，我去找主楼了。外边有人开车回来了。
你们要保护一下没卡的人吗？不应该上来帮忙吗？那哎，哦对对，我的锅我当钩子，我当钩子，我当钩子。没了，不见了。他用小雷的。不是。前方有危险！前方有危险！啊啊！是啥的？你干嘛？我叫张公子，你是队友吧？这个人给我打了呀！我操！你在干嘛？哪呢？前方有危险！八个八个遍！啊！我这个女的妹妹，她喜欢你的声音。没空没空，我这有个妹子。你这已经有了妹啊？有妹了，三只吗？还是成功成花区的。行吧，走走，他不来呀、啊，他不来呀、啊。走走，我靠，枪好雷的。下面好多，我、哦、上面怎么在脚下呀、啊？我、哦、上面打了，在上面。他在二楼。我操！毛蛋，妹妹，你先搜会儿啊，妹妹。走走走。你妈发现给我鸟拍，你真的是。滴滴，啊！可以直接飞回去主楼，主楼没？可以直接飞回主楼那一片。我打中了，喂，他秒了。啊，你放门口吧。啊，谢谢你。啊，我这没了。嗯。啊，没卡了。哎呀！哇！主流人，你别硬飞。我来了。他还有好久，他这还至少还有30秒，我都还有10秒多，15秒。撤不撤？撤！你主流几个？顶！这个人有点实力，我只能说。看一下，站在地哪里？我脸上还有一个快，好，这就下了，两个，现在是两个，在哪？楼上吗？就在楼里，放架子吧。没看到，这他妈有四个，这有，你脚还两个，扎谁？其他有两个，七个人，看到你的伞了应该。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妹子。咦、他是主播遇到的第一个。连上去吧。啊，主播并给的。有实力，真的说有实力。回，皮到板子了，皮到板子了。有实力，我只能说。最强车队，就是打这边。不赢第一把，高手一般都不赢第一把的，知道吗？往右边去，等我，好，等我，就是高手不赢前三把。高手第一把，都是半只吃老虎的。我们这几个人太牛魔了。那我只能说 ，dance 龙城。今天我操，这我已经杀疯了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。奥利莎呀。谁啊？郭老师直接上链接，上链接。你呀、啊？我？我没打训练，还今天冒充我的。上链接。666，郭老师。我跟你讲，认错谁呢？冒充我，我操！
应该是吧。北冰洋冒充我。认错谁都认识不到。我不会玩1K，他冒充我。是这样吗？真的吗？他左手打瓦，右手打训练赛吗？很有可能，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会主楼吗？标主楼什么意思啊？要滑打到飞了。哎，哦，习惯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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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主楼不太好打吧？习惯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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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习惯了。饿了，我已经饿了。哎，我怎么网卡了？外卖，外卖要到了。完定了，网卡了，没跳出来闪。牛魔车队，牛魔车队，这你受得了吗？抓网，抓网都会网卡了吗？那也不行了呀。不知道，可能是我手机，是我手机卡了。集合，到我这里来。OK， 加 S2 不行。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卡。哎，几号竞拍器啊？落你楼上，落你头顶了，炸在落你后面了。又包围了，兄弟们！我这死跳回来帮，我这死跳到后面，我跳到二楼，扎布尔，我这跳到后面。倒了吗？倒了一个，倒了。我跳到二楼。没子弹了。速度还直接跳到二楼。没子弹了。帮他。我掉下去了，兄弟们！我靠，你个猪！我掉下去了，下来了！我这边多一个，帮我！好厉害！太厉害了，两把枪都通了。好。是吗？我操，360，杀完了，兄弟们！谁打两个？哦，这么多！我操，这两个半卧龙风格，打死我了呀！走，往前追，往前追！我靠，这么多人！这么多号、啊、落地就是淘汰王，好好，必须的，独自分担六个人，这位上来就嘎，这位上来就嘎，我他喵的快帮你别把我不死了个枪，我没子弹了呀，我没子弹了呀，哎，有人下雷呢，有人左边，左边，前面，好一个。我怕往前跑，往前跑。你等等，过来过来。哎，我没复活的，我不能冲那么快。脸上还有一个，快帮！我体验了，我在。完了，扎在硬上了。你，别背。我呀。是乌贼歪，你个演员，这都能打。我走完了。这边往左边爬，对，这下面就得，下面就得。哎，我脸上满堆。那没得位置，看吧，有人在那边坐吗？等。还有，屋顶好像在屋顶。啊，这位怎么活了？怎么就我死了？我房那边怎么放鞭炮了呀？过年了那边。你这房顶下面好像下面刚刚还有个脚步，我不是听错了？没有，他刚是摔死的脚步，摔了一下，摔死了。这光头落到城里面来了。
M 楼去了。他是固定落空多少点？这位，你疯了？你颠了？啊，有没有包可以舔？走没人，没几个人了。早上车，八个都在北边打的，走。对，这个包可以舔。阻挠，这个包是不包袱？不用算了，我要开几个小宝箱。阻挠，最后四个了。有枪在阻挠。叫过来了。在哪？对吧？看，扫一下。我直接杀一个 ，OK， 还有五十秒。外边，都在外边好像。都在外面。我打药。好像都在外边。我看到至少看到三个了。没脚步、啊。有房子。就在下面房。有，就在。就这前方有危险。我从右边翻，我去悬崖，来，飞歪，跟我从脸上冲。这木箱后面有人，金标。我去悬崖，我去摸悬崖。别，后面有。倒一个。补了，倒两个了。我出来。倒了，你脸上倒一个。这是还有一个，你可能在这。在这金标。最强小队，牛逼！最后一个包在哪？死完了，我这里有物资。不玩了，哎，五个呀，没五个，还有一个。枪枪是中。我扫一下，我这有大炮包里边。哎呀，我这里有摸人，脸上摸人了。前方有危险。拉他，一张雷了。还在，就在。牛逼！前方有危险。牛逼！还有吗？哎，接人啊！啊，这就去了，还牛了，真牛啊！牛！巨流！能救吗？能救吗？帮我架！我自救。我操！这边帮我架。我自救，求你们。你们过来，我有车，我可以飞。我可以飞，何江上我车，我俩去救他。OK。上我车，何江后面。我起来了。我一站，过两天过。厕在水里，厕所那边有一个。救人呢。还有一个，我被二楼打了。二楼两个，二楼掰呀！你先。二楼两个，我丢脸上了。两个，丢脸上了。还有一个，快帮他！再救人，大伯。我摁龙了，大伯，等会我摁龙了，我马上摁龙了。你也可以回血，你可以掰他了，我摁龙了。我操，我救起来了。我操！360度甩喷。消十三吗？又来了。哇靠！这小飞将喷了枪头没喷死，好硬！厨房有一个怎么没人爆点啊？我操！还好喷死他了，不然差点做大事。就这里有物资，我这里快破，快破！我这边又嘎！起飞看视野，走吧！哇，这把杀的好多！前方有危险了吗？对。上车！没看到，完了，哥，还在，接着我想，我现在蹲点真人，左边那栋，对，左边那栋了。好
道你那边的多少了。OK。前方有危险。在一楼，在一楼。人机，人机真的哦，人机。我靠，他搁那堆堆头。操控，操控，操控，操控。不用接吧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走吧，操控。吃个外卖啊！有人提前说一下。OK OK。你还说你不是混子，是不是这位？哎，我们去把右边那个图开了吧，我们去把右边那个东西开了。我现在搞个车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叫我干嘛？混子，我车纯混子。哦。嗯，被收了。这边只是比较幸福。被收了，但没用。你被传染了，你不能怪我吧？着了，我着了，我操！我先。有个三级头。我发的啥呀？遗憾吗？旁边没事，我今天一直戴着口罩的。什么？我今天没坐你旁边，别胡说八道。今天我没去。暴露了，暴露了。我没去市区，我路过而已，我路过一记。下午睡觉的时候你都没起床，放着，给我放着。哎，动错了，动错了。最多一个，最多一个。小布，牛逼！机器，加油加油！哎呦我再来根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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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道。我感觉这个人像是狗的。马上，别，马上，马上，别。哎，我没血了，快快快！发烟了就好。感觉到了没有？加油加油加油！打个电脑。哎。还好杀了一个，不是我传染的，这个病该得就要得的，不能怪谁就谁。我操！那天我在坐你旁边，着了。你坐我旁边，我头疼。是我传染的吗？我又没有亲你嘴巴。这样的吗？啊，这样的，是这样的吗？啊，我坐你旁边就是我的问题吗？是这样的吗？不是
都要吓我一下，去你的。怪我，我闪过。DM。下班了的。在下面。轮停了。啊，撞死。走走走。哎呀，我没子弹。哎，你们走，你们走，你们走，你们绝对不能走。都是狗，能不能 K 一个？零。哎呀，打箭头！哎，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没有用，直接就是一喷。接接接接，接接接接，先吃外卖。加桶油先，加桶油，等一下同 VCD， 然后再捡一桶油，细节。AG331连接，神经病是不是连接？我是去蹭，你连接了啊？我是去蹭饭的。AG的人说话的，我是去蹭饭的。AG 的人说话了，我是去蹭饭的。AG 的人已经开口了，连接了，我是去蹭饭的。连接郭哥看好你，必须得买。连了连了。巴马四。这么老的枪也不会有人玩吧？真的，我操！今天跟谁打的？什么阵容？今天我抓起一个战舰之后，一个战舰就一起上了。哦，这感觉。什么颜？什么阵容？龙仔、天、三三、司马光，我操，一个战舰。龙仔和谁？龙仔和三三天。哦，我问他。哦。S T 的天。你和谁？下面去电了你。完蛋了，我只是去吃饭的。买买买，隔壁刚拿了冠军，买买买。我只是去吃饭的。没事，就冲你这个饭量买了。我哥直接把剑把那个剑术铁包压在鼻子里面。找不到人了，说是。拍摄的，我本来早上坐车要去拍摄的，被一群很坏的人打晕了，带到了 AG 的基地，然后他们拿手机让我打，然后说给我拍摄，太坏了。AG 三三连接，那我有希望了呀，那我有希望了。你这话说的，你要去这话说的，我讲。遇到了一群很坏很坏的人，直接把我绑到俱乐部，让我打游戏，你要在旁边给我拍摄。
啊啊！不可能，我不当他的血。你要去当魏无坤的血了。那能跟魏无羡打得来，能跟魏无羡打得来比赛的只有一种人。我的。但他还没，但他还没出生。但他还没出生。我在私信我都不给魏无羡加枪的，他自己玩的。六。对啊，他老死啊。能跟他打配合的那个人还没出生呢。屁股看屁股看到，屁股圈边画的好好的，然后圈里的队友突然死了一个。没错，那就是魏无羡。右边有车看到没？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看了。OK。完了，可爱心。哎，十五的。No no no！ 哦，原来十五的一早就死了，搞忘了。怎么他在喷机响起？我以为是十五在厕所呢。加特林，今天这么早就下班了，刚刚也不听听也好，就是，怎么说谁要骑马，搞个马骑下呗，回个骑，什么人要骑马？不要骑马，我不做王子了。我加上油，我好像没必要，不加了。传人跑车，我要跑车。拿到了啊！左边，我先下。二十个人都跑好了呀，肯定受不了。哇，这个什么车啊？新车，我都没见过，我靠！训练车也没见过。赵龙在550大洋买的，但是因为没人买，好像没人买对吧？换个车。走，润呐！先充火箭，再打架。哎，进来，凑走，血压。打下去了好像，哦，在下边，上面有一个，走，下面，很残，前方有危险，牛逼，拿了半天没拿死，很难受。哎我的，哎海三，400发，40发子弹。海三，把我大炮40发子弹。家人们，海三，你们打，我撤了，我顶不住了。又偷懒。快海三，在楼顶。混子，头晕了。歇吧，我倚他了，两个。跳下来了，这有 ED， 平方这个 ED， 然后双方楼两个，平方 ED 双方楼两个，二楼一个，一楼一个，我练，牛逼 ，no， 我枪，然后你们打吧，我吃饭了。OK 啊，刚好吃完。吃鸡啦，哈哈，吃鸡啦，哈哈，三个人。吃鸡啦，心情美美哒。吃鸡啦，心情美美哒。
吃鸡啦，吃鸡啦，心情美美的。六倍6.4亿的赔率，吃鸡啦，吃鸡啦，心情美美的。开个场房庆祝一下。保安在我这。肯定少。有车。魏无羡专属留车。啊！哎，对对对，再打个双人，不错。有。两个冲，那个汉尼拔好像也有一个，我看到两个，看到两个人，双台二楼一个，然后中楼好像也有一个。双台的在二楼，为什么我没声音了？是我卡麦了吗？因为我没说话啊。怎么说？扎C不回来打吗？我上房顶，上个房顶。给我，我不让我跳，不太好拉呀，不好好拉呀，这是惯的呀。二楼小房间，我炸倒一个，双台死，双台二楼那个倒了，有人。海景房，我昨天看到一个的海景房。哎，双台好像还有一个在一楼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听错。OK。那可能他跑过来了，要不第三个都是没炸到一楼。这一个可能在，那应该就得最后一个了，就他最后一个，就得下来了，我下来了，不用再上到了，他下了，我上了，牛逼。吃鸡啦，吃鸡啦，心情美美哒。哦，5.4万，我勒个豆！哦，我勒个豆儿，心情美美哒。我饭，吃口饭，你先玩，我吃口饭。饭到了，谢谢小狐狸送的水晶飞机，谢谢小狐狸送的大飞机。对，那我们下，那我就下班了呀。就跑都跑跑俩了，吃口饭，跑俩了，下班了呀。没事，我吃饭很快的，几分钟。那你挂着吧，几分钟，最多10分钟，马上。我操，最多十分钟，那我的评价是下班了。我的评价是，看你的，我的评价是完蛋了。我无所谓，我可以打到12点。转会的人就是努力啊！何家他暗示你不努力，何家好，明示你不努力，好好好好，明示你不够努力。我希望没有，我就怪不得希望，怪不得你掐不上饭，怪不得你掐不上饭，何家。我在黑万世界替少爷擦屎擦尿，吹牛逼，吹牛逼，他吹牛逼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吹牛逼。一个男人，一个热切的心。周五六六不能给你当狗了，这样子。你什么时候给我当过狗啊？吹牛逼。我什么时候没当过狗啊？啊。只要能跟得上你的，我敢跟。我又不上头，我都不冲的。啊啊！你忘记那把假农场假的货了啊？被说了，然后自闭了，自闭了一小会儿，才自闭了一小会儿。我为什么不能冲啊？我以为能跟得上。我没有觉得，我以为能跟得上，那把就是能冲啊。嗯太卑微了，打个斗地主。
不打，就是我的给那个曾经手游打不了斗地主，谢了，我只想打和平精英，打不了，我只想打和平精英。我只爱玩和平精英，只想玩和平精英。哎，我操！这个吃饭咋不约？今天的打架，今天的打架欢迎整理。你们？他不打了吗？明天要拍摄吗？明天应该有吧。你好好想想，我在的时候什么时候坐牢过？应该有吧。好好想想吧，哥们儿。好好想想吧。谁你在不在没有问没有关系。那是什么问题？宝宝巴士，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上厕所。不配你玩评价。不知道如何评价。明天去哪？不知道啊，累了。我只能说，累了就休息。不能去埋怨，埋怨也没有用，埋怨完了你还得。啊，懂了懂了，全是暗，喜欢航拍视角。全搞个无人机拍，车库不刷车，我已经想好了。我只有七八二十 P， 没有原话吗？那么拉垮，七八二十 P 看个屁啊！看。明天不去 A G 了，帅，大帅。帅哥，今天也没去啊？不是我，那个不是我，那个不是我。你今天都说了去吃顿饭啊，明天还去蹭饭吗？明天不知道啊，吃不上饭了，哥们。吃不上饭了，那就换一家吃饭了，是吧？换一家，换哪？真的骗啊！换那些全明星说我要退役。我说是啊，但是大家让我私讯，我没办法不去啊，对吧？嗯，对吧？我说的有道理。你来了吗？你下下就转不出去，我吃。哎呦，我发不出来了，我也想给你看，我也想看。我吃。吃什么？这两个一个都他家换成这些没有。赌多少？一顿贵的。换成赌的，吃一顿人均两千的，就我俩。人均两千的。嗯。就我俩。行。接了，好。一月八号11:05啊，你接了啊？嗯。你真以为我在开玩笑啊？我俩都两三年没谈过恋爱。你包转出去啊？我包出去啊？包转出去啊？试着玩的，你欠我一顿饭。我又没说你去 AG。哪也去不了，就在这。哪也不去。不可能、啊！真的，你这顿饭包请了，请定了。嗯，我已经有消息了。你又有消息了？你有个麻辣毛蛋的，你有个麻辣毛蛋的消息。我有消息了。哦，这偷了！你有个麻辣毛蛋。偷了！真有？有消息就是我留在多阳。开会儿，哥哥。可是农村怎么打上？我他妈这么大逼都到你脸上的时候，农村为什么打不到？不会的。那我去了还能看到你吗？能啊，你来的话可以跟我当队友，这样。但是应该跟我打不了比赛了。那太好了，我就不上了。那太好了。那不行，没你我不打。没你，你这句话很危险啊！那你可能来了之后你也打不了。那你可以跟我一起双人直播，你可以跟我一起，你可以一起双人直播。这是三个人，你可以跟我一起双人直播。你来了不打的话，你可以跟我双人直播了。那一把打，来打一把，打一把见面睡下班。我那边刚好差三个。我随便正好差三个，拿一把下班呗。
走呗。打个麻辣铆钉。时长不够了，而且天天催我直播，所以我今天必须得播到12点了。冰，不然这个月要出大事了。叫也别提了呀，无人今天要出大事了，难怪一直不下班。是的，要不然你以为呢？不是，是我想播，但是确实也是一直在加油，也是时长不够，也得催我直播。哎，打个麻辣铆钉。哦，一元角色库，帅的，战帅哥战神的，啊是幺二配，我不会玩喷子，我不会玩喷子，展示你的 L 啊是幺二配，我不会玩喷子。不玩喷子了，你觉得？我不会玩喷子。好玩啊！谢谢耶娜，天天开心开通的钻粉，谢谢耶娜，老板大帅还不会玩喷子啊？那 S 幺 K 我看了啊，我的我不会玩喷子，那不是我，那是北冰洋，那是冒牌，那是北冰洋，那是北冰洋二号，北冰洋冒牌的。比赛开始，纯冒牌货。完了，我被闪光电白了，我被白了。最后一个，烧到一个，烧到一个，烧到，经常烧到一个。左边，左边拉了一个，左边。你被倒一个。脚下一个。哎呦，连上，两个，连上，两个，我连上两个，我连上两个。倒了，连上倒了。两个，还有一个。不好，我脚过了。倒一个。不好。有没最后一个？不好倒了吗？不好，不好。我可救，木华最后一个是吧？这个他压了，最后一个了。这个木华 ，nice， 我被闪光电白了。比赛开始，我需要武器。没。术后要拉人。术打头，术打头。术打了个大头。我要掰个角度给他打。金龙还有一个，金龙还有一个。那个小头，我来帮你，金哥。走了。术后那个没死，他家那个没死。木方后一个。OK， 我木方后一个。他加一个。木方捋到了。木方我又去了，我捋了一下，捋了两下。牛逼！还有他家。牛逼！哎呦我这没死。比赛开始。我怎么又断醋了？一滴，中间过点，一滴。可以，你下吧，飞吧，有办法。木房去了，去木房了，木房炸到了，脚下中切了一个，小心。我卡住了，我上不去，我也上不去，你把我也卡住了干嘛？他掏枪是因为掏步枪的，他就他一滴。金钩三把游戏扔了。哎，我操，这个雷。好雷。左边来了。倒了，准备倒了，这两个都在右边了。
中间还有个，中间脸上，脸上，脸上，脸上。没有啊。金子哥，金子哥怎么嘴没嘴巴了？小张，小张，小张。好。队员看到了，小车，小车。没有，我操！我怎么没开麦啊？没开麦。哎呦，我要一个小。我需要武器，我需要。我的哥嘞！新的一个。我勒个头，被穿死了！右边枪到了，右边小枪到了，右边小枪到了，右边倒。背面上倒一个。过了。可以直接连。脚下又来一个。就是，好笑了。这那什么，集装箱有个很残的。你们什么哈就是全一。把车弄了。他要打药的。一下子，大巴一下子，这个大巴。烧到了。嗯。没死。那就是我瞎爆了。好一个瞎爆。我打了好多下，应该没事吧？完蛋了！哎呀，别打死！没看过，快走！比赛开始。Damn！ 来看。又被白了。被白了。没人过，中间。右下贴了一个，很快。过到炸场了，应该。九枪，九枪一个。好了，九枪跑了，跑中间那个是过了东西，完。过到了一个。好了，倒地了。还有一个。哎，小刀。小刀。两个都在小刀吗？对，两个都在。没有一个，有一个不知道。我记得是两个都在。没有个侦测库那里，侦测库。侦测库里面。没事，我可以爬。对。小张能帮我补了。两个都在，两个都在了。你们只要打二。我带你一楼。还不会莽子。掉楼梯。来了。我脚下个 ED， 我操！我又被一个。完了。哎，我想跳一下，让他听不到脚步来打你脚下的，被哥的接了。比赛开始。这样啊。又被白了，太可惜了。来，脚步有人。来，你等到了，等到了。小仓有一个，完了，被捋成傻子了。近的，刚才有一个了，过防塔去了，假的过，贴了一个了，很近的。过点，在车库里面蹲着，或者这个中间的过点。你压一下呗，压一下小仓子。被他们贴的左边贴的，我没听到他跑。左边我聋了。有 ED， 打到那个 ED， 全部在右边，那个倒里面，原来倒，妈的，过来找我，小张里还有一个，右边没有一个，那我压了，啊，进来倒，倒了，好吧，撤走楼梯，撤走楼梯，倒了，撤走，就小张中一个，小张，没有，撤。六百。所有车摇了，看见没？来，我们打。点上。收到，完了，我操！我都在射个门口，射我们两个。这个呀。哼，烧死了，烧死了，一打二，一打二。一打一。有，收一个。我操！小心！小天儿，小心差一点啊！小天儿，没事的，下次加油！小天儿，瞎傻！我滚你的！怎么样？刚才不是说了，你
后门倒，要近点倒一个，近点倒一个。这回又看到倒地了。诸位有吗？诸位有吗？诸位没有吧？诸位没有。你背面双倒一个，你们水泥房背面双倒一个。我甲的库，甲的库好像没了。甲库这边好像都空。木房，木房有一个的，木房倒。木房，还有一个木房。木房里还是？哎，在里面，在里面。哦呦，在木房里。抓到了。自己直出去，我刘备呀！我需要武器。说他妈叫的钱！哇，好下来，我也被埋了。我操！这边来了一个，好快！背面大倒一个，我靠，这都不死啊！直接打出去呗。中间，中间的过点过来，小房小房，退过小房，退过小房，退过小房。哎呦！完蛋了！陀螺，猛攻一楼了。完蛋了！完蛋！我靠，这喷子，假，不玩了。不玩了，不玩了，拿 P 九零吧。不玩了，开得近，喷子能喷两喷子喷不死。死了！出来了！我操！嗯，快走！哎，傻逼，走个秀的，被白了，被白了，走不打头，走不小张打头，一滴血。我操！来啊，车库两个，车库两个，车库正门两个，车库里还有一个，车库还有一个，你还有满血的。车库里，车库里，烧到了，烧到了，车库里那个烧到了。我们家树尾，我们家树尾。还有一个，在我脸上一个，掰他，听这个。干净，扛着这个就好像是。一打一。敲东西了，敲雷了，这个脚步。哎，听我说话，对。啊？这他妈都躲到后面了。我需要武器，需要武器。我家被掏了，我给二楼丢了他们。我根本没打死他，他家车有一个，车库里那个被。他家车有一个。我要跟你借我的地下车库门口两个，车库正门两个，车库没人，车位一个，然后车门两个。倒了，假货再来多一个，牛逼！来，我操！这个就是全是喷子，喷不死人。我需要武器。这个根本听不到脚步，这个全是逼说。我操，这么一个知道。左边到了，左边到了，左边到了，左边小仓车，小仓车的车位到了。哇操，过来吃个满雷。两个户丢了。小仓我烧到一个，小仓我烧到，小仓还有个弟弟，小仓还有个弟弟。两个户一楼有个，两个户一楼。我掉了，两个户一楼。你，这个火，到金子哥去了。最后来车库，车库厕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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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厕所。直接打他，直接打他合将。我们脸上。牛逼！比赛开始。他们不要车库。你得看记得是谁。哎。故意的，哎呦，这火我怎么注意？一楼到啥了？一楼。一楼白了。脚上有人，
这是他家。你们侦探库里面有一个，侦探库的。OK， 我家里会有一个的。Okay. 还有个六的。能 run 吗？侦探库补了，那水晶房子哪一个？给他出了。哎，小虫子，残的，烧到了。他过了，小人不适合老虎。右小明，小虫。哎，两个，两个，我操！我打药，我打，我没药了。一楼一个，二楼一个，我没血。一楼一个，二楼一个。一楼一个，二楼一个。跳你楼顶，我能跳。我包里没道具的，我包里。我填个道具。OK， 填不到了。我打。捡到一颗烟。就杀不起来，靠。打圈控楼顶，快，几点开始？他家楼顶我看不到了，一楼最后一楼。OK。差点二号，你这发的不是个搓澡巾，太奇怪了，你们被带坏了，不要被带坏好不好？太奇怪了。水箱上，好，我就漏了一个，嗯，还应该在一楼。还在水箱上。一楼很大，我肯定。藏在门口，门口藏在楼顶很。楼顶一滴，楼顶就一滴。OK。咋样？又咋样？我混子音给我看了，他们喷能碰到你，能碰到你的，打针，嗯，打圈，打闪耀了，这是，牛逼！哦呦，好博弈！这个单，比赛开始。这把都那么久啊？我看着，很久了吧？打了很久。再打一个，在过门口。在过好像还有一个假的。他怎么在这儿？假的货好像在，好像是假的货。老六，在一楼门口。接摸人了。有假的货，假的货。第三个。OK 啊。我以为在你那边呢。我需要武器。没事啊。最后一个，他妈的那么快啊！想下班了，下班了，想下班了。张德辉想冲啊！张德辉里边。
两个两个两个车库，小门一个，小房一个。哎，我被何将你得自己扛了，都找你了，何将，有个在我们脸上。在右边，刚刚在右边，这个角。对，就在，对对对对。真车库，车库里，车库里。牛逼！Nice nice。完蛋了。我想想，其实三个小时也够了。不播，再不播要死了，再不播要完蛋了。再不播的话真的完蛋了，真的完了大蛋了，再不直播要扣钱了，要命了，完了大蛋了。下吧，三个小时了，今天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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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打个下班卡。今天才八号，我后面也有事啊，关键是。然后我本来也没播多少，这个就播了20小时，完蛋了。明天下午不播，明天下午，明天下午有事，撤了撤了撤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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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